有没有台中的朋友愿意上来跟绵绵玩的？已经玩过了啦，玩两次了。还有嘞，有没有后面的朋友？这边有一位，还有吗？再来。后面的朋友有没有想要来这么想要站在舞台上面？就只有这次机会喽。没有，什么都不玩。来嘛，快点，不要害羞啊！白 T 的妹妹，要不要？来嘛，来就好了。因为他点头了。耶、okay ！好，还有吗？有没有？中间这区，那个啊，我一直很想要点那个。你说穿花衣服的小姐可以吗？因为我看他刚刚就是你的歌，每首歌都会唱，对，每首歌都会唱，我就是快要落泪了。太感动了，可以玩吗？耶、yeah ！人类都是大方的，举手。那我们再征求一个名额，有没有？我们现在可以吗？各自有可以吗？可以耶！那我们欢迎这四位观众，哟！大家这个得失心不要太重啊。谢谢你们，谢谢耶、yeah。那我们一样就男生一组，女生一组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从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他们都是西瓜，他们都是西瓜。我们从男生先来，可以吗？好。看他还折手指头，超恐，超恐。可以哦，好，就准备好摩拳擦掌了。来，我们先来到前面，然后剪刀石头布。好，所以从格子先生来哦，五六七八，八所以是你赢了，啊，恭喜你，谢谢，好，换女生，没关系，先在后面休息一下，来，也太快了吧，要休息吗？要复习吗？可以，复习一下吗？好，暴汗啊，暴汗。暴汗啊，暴汗，然后暴汗啊，暴汗，可以吗？女生，我慢一点哦，来，先剪刀石头布。等一下，你选。OK， 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布，然后好，我们可以从八女孩来哦，五六七八。这边赢了，耶、yeah ！谢谢两位，谢谢两位，实力相当的两位。刚刚突然有一种跳舞的感觉，爆汗！突然间就输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是一男一女 PK 喽，可以吼，男生稍微收敛一点啊，我们放水一下了，好不好？可以了 ，OK 的，来，剪刀。可以快一点，快，没问题。好，来剪刀石头布。好，女生来哦，五六七八。选择直接拿礼物，还是跟绵绵 PK？ 看他要不要给你。那不知道，可能还是会给你了。好了，玩一下好不好？就是少年郎吗？少年郎啊！对啊，两个少年来算一下。好，剪刀石，紧张吗？需要再加快吗？可以哦，来哦！果然是前锋。
来的。没有啦，开玩笑，他很少输的，所以你可以获得礼物了。耶、yeah! ！那个雅慧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有多的没有切的西瓜。我想你们都会唱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就给你们唱咯，会哦，要唱大声一点哦，唱最大声的人，我们再送一个西瓜。雅慧，我们是不是还有一颗？最后一颗，最后一颗，好。天哪，等下会没有人唱，真的。无声，还有一颗，对不对？还有一颗完整的。还有一颗完整的，太好了。哦，已经跑出来了哦。好，等一下呢，我怕因为这样大家就不唱了。怎么办？你要怎么选择大家大声唱，最大声唱那个人？最大声唱那没唱的送西瓜。我说等一下传麦克风，英雄说的是，传麦克风下去，传到他如果无声，他就救你。声音也好，就哦。天哪，好想听哦！好，不要难为大家，我们就一起很大声的唱完这首歌，我们再决定要不要送西瓜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来喽。